诸位同修，非常感谢大家组团呢到新加坡来参加千禧年的文心晚会。我们每一位同修，特别是从台湾来的，我相信人人都有危机感，社会的动乱，人心的贪婪，成恚，彼此不能相容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深刻的体会。学佛的同修都知道，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。这两年我们在此地跟同学们研究华严经，清凉大师判华严五重因果，法华经则是一尘因果，这是佛教里面最殊胜的教义，总离不开因果的定律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种善因必定得善果，造恶因是决定免不了恶报。尤其是佛说得好，因果通三世，这一生果报没有现前，譬如我们种善因，善的果报没有现前，造极重的恶业也没有看到有恶报，那是什么呢？语言不具足，你有因呢，语言不具足，说不定来生预言，说不定后世预言，因果通三世啊！来生后世预言的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冷眼观察，就不难发现，这个人呢是个好人，心也好，行为也好。但是一生遭遇的这个果报啊，非常恶劣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前世不善业了，他招来的果报。有些人呢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他心也不好，行为也不好，可是他发大财，绝不是他造恶享受的这个福报，他前世修的善，修的善根福德，这一生语言成熟了，果报现前。所以佛讲这个因缘果报告诉我们了，果报有现报，现报就是这一生造的这一生果报现前。有来生的果报，这一生所造的来生果报现前，有后报，后报那就是第三世以后。我们要相信佛的话，佛决定没有妄语
句句都是真实话啊。经上讲的，假使百千劫，你所造的这个业因呢，没有消失啊，遇到缘，果报还是会现前。事出世间法，没有例外。成佛了，还受不受果报呢？如果说成佛就不受果报了，因果定律里面就讲不圆满了。成佛也受果报啊，他的果报是从哪来的？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或者在学佛没有正果之前所造的善恶业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有三个月马麦之报啊，这经上有记载的。啊，僧团里面有六群比丘，有提婆达多，啊，种种示现都是告诉我们，成佛也不能够避免果报。修行人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，凡夫受这个果报不知道业因，这又造业，怨天尤人啊，受果报再造恶业不得了啊，愈陷愈苦啊。啊，修行人明白人，他知道因果啊，所以叫是不昧因果，不昧就是清楚啊，纵然恶报现前也甘心情愿忍受啊，为什么？账消了，这是自己造的嘛啊，自己造的当然自己一定要承受啊，恶报决定要承受，如果是福报呢，福报自己不想，我把福报贡献给一切众生，让大家共享，这个好啊，这个福就是愈积愈厚啊，啊，往后的福报无有穷尽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总要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社会人心，人的行为不善呐、啊，这是共业，大家造的是共业，我们的共业环境不好啊，共业环境不好叫特别修别业啊，在灾难现前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避免啊，别业不一样啊，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啊，善恶的标准了凡四训里都讲得很清楚，在佛法里面具体而言，佛教给我们的十善业道啊，这个十条好记啊，啊，身善口四意善，要认真的去奉行，落实在自己生活、工作、处事待人接物之中。改恶向善啊，从前杀生
现在明白了，啊，决定不杀生，不但不杀生，让这些众生因我而起烦恼，我都有过失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以善心，要以爱心，要以善意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蚊虫蚂蚁都不可以伤害啊，那也是一条命啊。啊，不但这些动物啊，植物也要爱护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也有灵性。啊，这一次从北京来的陈小旭居士，啊，他们几个人，啊，这是从前在中国演这个《红楼梦》的演员。他给我说了他自己遇到的一桩事情，我们听了很受感动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情与无情，同源种质”。啊，他说他有一天晚上睡觉，啊，忽然感觉到啊，这个身边好像有人。啊，这个电像电波的震动，他说他的枕头都震动了。啊，他吓起来了。啊，起来之后他的先生也感觉到了，他自己以为是有鬼来找他。啊，那肉眼看不到。啊，那么他最近学佛了，他也懂得一点佛法，啊，他就想到鬼神借这个电流电波啊，能跟人起感应。他说如果真的你们是灵鬼要找我的话，啊，我愿意帮助你们。他说你给我一个讯号啊，那这晚上是电灯嘛，你让这个电灯闪一闪。啊，他父亲两个就在那看着灯，啊，大概五分钟，这个电灯果然闪了一下。啊，他那是汗毛直竖啊！啊，就跟这个灵鬼讲了，那你怎么跟我沟通呢？啊，他说这样好了，我睡觉的时候你托梦给我。他那天刚刚睡下去之后啊，就做梦。啊，他是开头梦的时候，好像是有很多。这个小女孩啊喊救命啊，她的印象很清楚，然后就有人告诉她，啊，她说我们是你们家里头的草木，听清楚，草木说了好多遍还要她记下来啊，她说她真的拿纸笔记下来做梦吧，啊，她说我们快要哭死了啊，求你赶紧给我们浇水。啊，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梦境很清楚，他就到他院子里看，果然地上的草跟旁边的小树啊枯了。啊，大概很久没浇水了。啊，他拿到水龙头拼命去浇，他的爸爸在旁边叫他，那个不要浇啊，花要浇啊。他的爸爸天天浇花，不浇草，不浇树木。啊，他也不跟他爸爸讲，他跟他爸爸讲，他爸爸会骂他是迷信。啊，所以他就拼命叫。草木都有灵啊！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讲啊，通常树木有一个人高的时候都有树神。陈小旭证明了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草木不是草木本身有灵性，
啊，是由神实际的鬼神呢住在那个地方，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的。啊，树有一人高的时候，往往鬼神就依附在那里，把那个当作家，那是他的家。啊，这是佛在经上教这个出家人，过去出家人都住在山林，啊，山上搭个茅棚，啊，在那里自己好修道。那修道一定要砍树，啊，佛就讲了，你要砍树，在砍树三天之前要去祭祀，啊，诵经念咒，啊，供养树神，请他搬家，啊，三天之后啊再来砍。啊，这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最近打算在古晋这个山上啊盖一个念佛堂，啊，我盖一个报恩念佛堂，啊，将来盖好之后，欢迎同修们呢到山上去念佛共修，啊，这个念佛堂也不算太大，啊，大概可以容纳100人。是四层楼的建筑，啊，顶楼就是念佛堂，啊，也同时做讲堂，啊，二楼三楼呢是疗房，啊，总共有54间疗房，楼下呢是餐厅活动中心，啊，地我们选好了，那个地方也是树林，我们要砍树，所以昨天我们有几位法师到古晋去了，就去做跟这树神沟通的工作，啊，我请7位法师到那边去祭这个祭树神，啊，那么3天之后就砍树，将来这个念佛堂建好之后，我们给树神立牌位，啊，供养他们，啊，我相信这些树神一定也欢喜，啊，也将来都是我们的护法，啊，鬼神护法了，都是真的，这不是迷信的，都是事实啊！啊，那么也有同学到这个古晋去看过，那个地方确实是好，啊，四季长春，啊，它那个地方的纬度跟新加坡是完全相同，啊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跟新加坡一样很热，但是这个地方在山上，啊，海拔3000英尺，啊，也就是1000米，海拔1000米，像台湾阿里山一样，啊，所以山上的气候啊非常之好，啊，四季长春，啊，很好的一个地方，啊，这是李金友居士提供的，啊，他的山庄在那边，啊，他的土地很大，和台湾差不多2500家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了一块地方的时候，建这一个报恩念佛堂，啊，也就是我们过去想的这个弥陀村的方式，啊，那么这个建筑呢，大概总共，费用啊，美金大概是130万到150万，不会超过150万。啊，如果里面住100个人呢，那每个人分摊的话，美金大概只有，13000块钱到15000块钱。啊，所以是非常理想的这个念佛修行的地方。啊，山上跟山下各居，啊，从这个古晋机场开车上山呢，50分钟。啊，到古晋市区啊，大概是1个多小时的样子。啊，所以决定要相信呢，鬼神呢，真的是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啊，要从内心里面把错误的念头啊改正。决定依照十善业道经
啊，把杀生这个卧习气，啊，偷盗卧习气，这个我一切众生都有啊。啊，说偷盗呢，说得很难听，啊，说得好听一点，哎，占别人便宜，占别人便宜这个念头啊，就是盗心嘛，就是偷盗。啊，淫欲，这恶念呢？啊，妄语，啊，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呀。这个罪很重很重啊！啊，其余是花言巧语，目的欺骗别人，啊，恶口说话粗鲁，很难听。口这四种过失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犯，犯而自己不能够觉察。啊，心里面悭贪、嗔恚、愚痴，啊，愚痴是对于一切事理，啊，真假、邪正。是非利害自己不能够辨别，往往颠倒了，这是愚痴。啊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从念头上去觉察。啊，念头才生起来，立刻就要把它转过来。我们念佛人呢，念头一起阿弥陀佛，念头集中在阿弥陀佛，就把这个妄念卸下去了。啊，念佛呀，这个念法才管用啊。啊，要用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的妄念、邪念、恶念啊，彻底的打掉，这个人叫会念佛。啊，念头起来都是纯善，都善念。啊，善念叫利益众生呐，利益社会。啊，这是善念。我们自己修行。诸位要晓得，自行跟化他是一不是二。我们自己修得很好，别人看到就会受感动，那你就化他了。你修得越好，你感动的人越多。啊，那换句话是，你化他的面就越广。啊，不但现代人仰慕你。啊，向你学习，后代人也尊重你、敬仰你，也跟你学习。你说这个影响不但现在面广啊，时间长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大德了，啊，你看看过世三千年了，我们今天还仰慕他，还尊敬他，还跟他学习，啊，这个是善积的厚啊。恶断的干净呐，啊，纯善无恶，所以的影响力这么大。这是我们的好榜样，是我们的模范。我们学佛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。啊，往生净土，诸位同学一定知道，经上常说，心净在佛陀净。啊，佛在经上又说，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啊，我们每天念佛，如果我们的心行不善，不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是善人聚会一处嘛。
那不善的人去不了啊。所以念佛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。你平常有这种行持，你念佛求生，这肯定得生净土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到个人，那讲到我们周边的环境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共业，我们也要帮助啊大众。啊，我们知道社会的动乱，啊，这个世界天灾人祸，危机重重，啊，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佛在经上讲得好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正报是起心动念的，啊，如果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，众生善念多恶念少，这个我们居住的环境就好啊，啊，真的是风调雨顺呐，一切灾难都不起啊。如果居住在地球上的人，大多数心行都不善，那灾难就来了。啊，现在这个许许多多的地方，啊，地区政府人民都知道啊，保护环境重要了。啊，环保这个名词在半个世纪之前我们没有听说过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环境破坏的严重性。啊，这才呼吁环保啊。环保能不能有效呢？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不可能有效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医报随着正报转，你要不从人心上做一个转变，环境怎么样去跟这个保护都没有办法保护得好。啊，保护环境要善心才行啊！啊，善心善行啊，这个是环保的根本呐。现在世间人搞这个环保是治标不治本呐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彻底改善环境。啊，彻底改善环境呢，一定是从人心上下手。啊，那我们看今天这个社会，人与人不信任，这个不得了啊。这是灾难的根源呢，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别人不相信我，我相信他。从我们本身做起，我们不要要求别人信任我，要求自己信任别人。啊，从一切从本身做起。啊，不要要求别人对我们怎么好，要求自己对别人好，一切都从自身做起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，我过去讲经也说的很多啊，是教我一个人的，不是教别人。啊，这样学习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啊，不要看了佛经专门挑别人的毛病，那就错了。啊，读了佛经的时候别人都没有毛病，挑自己的毛病。啊，别人为什么没有毛病呢？别人都是佛菩萨示现给我看的。
啊，别人作恶不是他作恶，是来提醒我，我有没有恶的行为，有没有恶的念头，有马上改过，没有要勉励自己，不可以有这种信心。我们用这个心态来学佛，肯定有成就，而且进步很快啊。他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过失，天天看别人的过失，这就不得了了啊，这个果报在三途啊，很可怕了。啊，希望同修啊，我们常常读经，开经偈上讲得好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啊，不见世间过的人，这个人心地清净。啊，无量寿经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心清净当然就平等。啊，清净平等，智慧就现前，觉是智慧呀，不生烦恼啊。啊，长生智慧啊，不生烦恼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一生呢，才得度啊。在其他宗教讲啊，你得救了。啊，我们佛教叫得度，他们叫得救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从恶的那一边救度到善的这边来了。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度彼岸了。从因上下手，啊，果报上是没有法子改变的，从因地上下手，啊，善因必定感善果，啊，看到别人造作恶业，决定不要放在心上，与我不相干。要把别人造的恶业放在自己心上，我们的心就坏了，心就恶了。你说这何苦呢？啊，决定不放在心上，别人的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我们常常记住。啊，使自己的心呢？充满了善念呐，充满了善意，这个好啊！啊，新加坡这边有个居士许哲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今年102岁了。他一生做人就是这个原则。啊，他看到任何人的恶心恶行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那个李牧原居士曾问他：“你怎么个不放法？你看到怎么不放法呢？”他举了个例子。他说我每天上街，你们每天上街，你们不是看到街上来来往往很多人啊，那些人谈话你也都听到了，试问问你记得哪一个？一个也没记得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没放在心上。他说要这样做法啊，看到别人的作恶，就像马路上看到那些人一样，不放在心上啊。看到别人行善呢，记在身上，要向他学习啊。许哲一生呢修这个法门呢，心地清净平等慈悲，所以他长寿，健康长寿啊，活100多岁的人我们也见过啊，他真的衰老了啊，需要人照顾啊。许哲不但不需要人照顾他，他照顾别人啊，他的那个体能大概只有30-40岁人一样啊。我们这里悟弘师跟他见过几次面，悟弘师看到摇头感叹，自叹不如啊。
啊，确确实实，你像这么高的桌子，它跳下来没事啊。啊，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果报呢？行善，行善，一生照顾穷人，照顾病人，啊，照顾很苦的人，自己生活非常简单，一天吃一餐，完全吃生菜，他不吃油盐酱醋，他都不吃，他就吃生菜，啊，一天一餐，啊，每一天从早到晚都去照顾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啊，他所帮助的老人都比他小啊，70-80岁的老人啊，都比他小啊，啊，所以说是心地善良，啊，言善，啊，行善，比什么都重要，啊，无量寿经一开端，佛就教给我们，啊，善护三业，啊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善护身业，不犯律仪，啊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，啊，能做到这个三条，人天福报就现前了，啊，后面又给我们讲了两句，那你要是做到了，那你就是菩萨了，啊，后面接着两句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，啊，这两句话八个字就是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啊，观法如画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啊，你真懂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心清净了，不会再把任何事情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梦幻泡影呐，真的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心就定了，所以三昧常寂，啊，你的心安住在极静的境界里头，那是佛境界，啊，这个才是真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，啊，东西不要多啊，一两部经呢，一生就受用无尽了，搞多了搞杂了没有用处，搞乱了，啊，所以这样，那么大家很多同修呢都是依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非常之好，尤其是汇集本，啊，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，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，他不是反对汇集本，他是反对净空法师。对啊，我提倡汇集本，他就反对汇集本；我要提倡别的本子，他也反对。反正我搞什么，他们都反对，是，他是对人的，他不是对别的的。啊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过去我听说台湾有报纸杂志上指着名字来批判的，啊，悟道法师把这个东西传真给我，他们还要联合几个人呢，啊，来反驳，我打电话告诉他不必，啊，用不着，他骂随他骂，骂累了他就不骂了，哎，他写随他写，他写累了他就不写了，决定没有反应，啊，这个是对的，我们不会被他动摇，我们的心是清净的，啊，他们心是动的，啊，浮动的，我们心清净的，啊，我们知道将来自己有好地方去，他们不晓得，他们干这个事情，
那是往三途去的，何必跟他过不去呢？啊，那么在此地也是如此，此地也有这个杂志登了两次，啊，不过这个地方的政府非常鲜明，啊，这个政府发现了，发现之后写信通知他，通知他们，啊，新加坡最注重的是宗教团结、种族的和谐，啊，他说你们是不是要来破坏？啊，这个他们警觉性提高了，不敢再登了，不再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大环境当中，要以爱心，要以真诚心，啊，联合各个不同的宗教，啊，和睦啊各个不同的族群，我们要了解他，要帮助他。啊，只要宗教彼此互相谅解，能够合作，啊，族群能够和睦相处，社会就会安定，世界就会和平。啊，这个工作怎么做呢？一定要密切积极的往来，人与人关系所以搞得不好，原因在哪里？不通啊，彼此不往来啊，啊，在听到一些有意的人在那里挑拨，那不就更麻烦了吗？啊，造谣生事、挑拨是非的人很多啊，所以中国古人常讲啊，谣言止于智者。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动摇的，啊，有智慧人，他听了谣言，他会不动，要严重的他去调查，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，这事情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过去在台湾，你看我跟这个韩馆长相处30年，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造谣生事的人很多啊。馆长聪明。馆长听到是非的时候，他调查，他不是马上就相信，啊，这个就高明了。所以以后的在他面前造谣生事的人很少，为什么？知道他会追根究底，他查，啊，他不是随随便便就相信的，啊，他听了之后不动声色去调查，啊，查到最后假的，然后再想想你是什么企图，啊，就清楚就明了了，啊，听信谣言不调查事实真相，往往就吃了大亏了，那就上大当了，啊，这些人说这人愚人，他不是聪明人，啊，聪明人不是这个做法。所以我们绝不轻信谣言，啊，这个汇集本是李老师亲手传给我的，我有使命啊，我有责任啊，啊，要在全世界弘扬啊，这他付托给我的，我也要听信这些谣言，被他们这个压力不敢再讲这部经了，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？啊，所以我说过了，天下人都反对，我一个人还是弘扬。啊，我们尊师重道，我们对老师深信不疑。啊，老师有智慧，老师有修行。他一生讲经说法，啊，给我们选择的本子怎么可能会有错误？我们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我跟他10年那不叫白跟了，
怎么讲都讲不过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决定不与人争，啊，坚定的信心，啊，在这部经典里面深受利益了，啊，这些年来受持这部经，啊，念佛往生瑞相，我亲眼看到的就十几二十个，啊，最近的一位就是我们新加坡居士林这个老林长陈光别居士往生，啊，三个月之前自己预知时至，啊，他在生病的时候就听我讲《无量寿经》这个录像带，我听说他从头到尾听过四遍，啊，这才发心念佛。瑞相太多了，在佛法里面这个叫做证传，啊，这些人给我们做证明啊。那我们再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，啊，那就是经上讲的一禅体更新，啊，所以诸位同修千万要记住，啊，别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恶心恶言啊，这个邪恶的行为对我们，我们完全用善心回应啊，用善心善意善行回应啊，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做成真正做到纯善的人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个是无量劫来稀有的因缘，不容易遇到啊，这一生遇到决定不可以空过啊，我有能力我会尽心尽力帮助大家，啊，我们是凡夫，业障习气深重，很容易呀，受外面环境的影响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古人修行，一定要选择一个清净的环境。啊，佛经里面称阿难若，阿难若的意思就是清净的环境。啊，这个外面环境干扰很少，啊，那我们也是真的是佛菩萨保佑，啊，离经有居士夫妻两个那都是菩萨化身，啊，能够帮助我们提供这个场所，我们自己在那里建一个念佛堂，啊，我建这个念佛堂报恩念佛堂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过去我们在台湾生活了半个世纪，不是短时间的，啊，台湾的同修对我们的护持帮助太多了，我建这个念佛堂是报台湾同修过去护法之恩，啊，所以这个念佛堂建好，我们这个里面不卖也不租，作为招待所一样，啊，你们有假期欢迎你们到山上去住，啊，到山上去念佛，如果你们觉得那个地方不错，将来想移民，啊，常住在那边，啊，他们有一个办法，有个银发族的办法，啊，好像我看到你们很多同学都拿到了，啊，他限定是50岁以上退休移民，不工作的，啊，那我也是欢迎大家呢，最好是集体，不要一个一个人，
一个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是也好，可是你平常琐碎的事情很多啊，真的我们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，一心向佛，这个样子修行一年呢超过平常10年都不止。你在山上住3年的话，那就等于平常用功啊30年都比不上。真的放下啊，那么在山上像这样一个建筑，54个房间啊，用50个房间做招待所，一个房间住2个人就100个人，另外2个房间说给法师住啊，我们会有法师常常住在那边，我们这个法师轮流去啊，在山上带领大家念佛啊，听经呢我们就放这个录像带啊，听完之后啊，法师领导大家了解答问题啊，可以做研究讨论啊，这个方法就好啊，非常理想啊。那么在山上就像住旅馆一样啊，只带随身换洗的衣服，其他东西都丢掉都不要了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越简单越好啊。用旅馆的方式，那么我们也请这个服务生啊，你的房间每天有服务生的整理，那么每个月我们付一点服务费就好了啊，这个生活费用那一边很低啊，所以用钱很少啊，你会过一个非常安定的生活啊，可以在那边常住啊，在那边好好的休学啊，如果有50个人哎，就合起来建一栋啊，他山上土地很多啊，可以自选择地方去建一栋啊，50个人建一栋，将来这个报恩堂啊，我们给他编号，第一号、第二号、第三号，啊，哎，这很好，哎，因为他这个计划了太理想了。新加坡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啊，你们看看我们这个大楼，啊，这个大楼实际上只是7层的，下面一层不住人的，啊，土地面积呢？啊，此地讲是6000平方英尺，36平方尺啊，是台湾的一坪，这多少平啊？100多平，啊，不到200平，哎，100平是3600尺，啊。这只有6000尺，100多平不到两。我们这个房子连买地造价1000万，这个新加坡的钱1000万，啊，太贵了。啊，这个1000万要拿到古晋去的时候，可以造5栋大楼啊，是啊，可以住500多人呢，啊，够500多人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这个马来西亚了，这个费用非常的低廉啊。那么在澳洲也欢迎这个退休移民，但是他的年龄限定是55岁啊。澳洲银行存款呢，大概要50多万，那个。这个费用啊，是马来西亚的10倍啊，所以想来想去呢，马来西亚最合适了，啊，最合适了，啊，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啊。那么马来西亚距离我们这里也不算远，此地到古晋飞机只1个小时啊，所以我们会常常都能够。照顾到啊，都能够照顾到啊。好，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啊，我
也没什么好的供养大家，啊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到这边来看我，啊，我把这个机缘呢介绍给诸位，啊，那么看看诸位有这个缘分呢，常常到古晋那边去念佛就好，啊，我们现在希望他这个头一个这个报恩念佛堂啊，能够在十月完工，啊，这个李居士他的速度很快，嗯，他建房子速度很快，我相信大概十月可能完工，啊，那么今年下半年呢，那个地方就可以启用了。好，谢谢诸位啊，谢谢诸位，嗯，谢谢诸位啊，谢谢诸位。